这个凉爽的天气就是要喝饮料。我们都知道年菜最多都是油脂类高的东西，其实喝这些感觉很好像可以中和这些油，基本上是无法，而且喝了更多的糖分进去。那所以真的需要的话，我建议如果可以用健怡可乐取代是比较好的，就是 Diet Coke 是最好。那当然这些茶的话呢，尽量都是选无糖的茶。其实这些糖分呢都是精制过的糖分，吸收非常的快，喝这些就是保证一定会发胖，所以这些千万要记得。就是大家想如果要吃得好的话，其实饭一定要吃，肉也要吃，菜也吃，但是含糖一定要尽量避免。那真的要喝的话，其实就是请适量。不生气，不忧虑，不紧张，多洗手，多喝温开水，多运动，多欢喜，多欢欢。